就是做完香水，做完香水之后是过滤，起到过滤作用，然后从这边控制阀门哪个到哪个过滤器，然后进行出料。哪个先哪个过滤器呢？这是第一个过滤器，这是第二个过滤器。你要进这边这个过滤器的话，这边阀门就要关住嘛，然后这边就打开，经过这边过滤器走过来。然后这个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过滤器的话，经过两道过滤，那这个关上，这个打开，它就从里面出来了。